上面书都有，但是我现在讲怕讲错。好，总之下一次是下下礼拜，我们中间会有第三周、第五周、第七周不用上课。那三五七这三周不用上课的时间呢，是挪到10月25、26号两天一夜的麦寮的探查。去麦寮那边了解排宿的空气污染影响许多分校的国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那这两天呢，刚刚跟周小美老师确认，他也可以陪我们一起去，所以是希望大家踊跃参加。那大家基本上是先下下礼拜见，就直接下课了。